上这杯酒，怎么喝都是醉。156个墨镜，还差44个墨镜就完成心愿单了。一个墨镜，我给你跳个舞吧，不翻跟头跳舞行不行？大哥们，我给你们展示一个才艺，展示一个才艺，老铁们，菏泽大楼一排排，唯有我才哥郭有才。有人送你？没有呢，我现在自己住的，没有找到拼房子的人。找拼房子的人也要找合适的，不能随便找一个拼房子的人，那样会更折磨我。我睡觉，我有神经衰弱，有一点动静我都睡不着。要找那种不打呼噜的，要找那种不打呼噜的，不咬牙的，不然我睡不着。我折磨死我了，我真的。打呼噜咬牙放屁，我晚上我睡不好觉，我睡觉特别轻，有一点动静我就醒。哥哥姐姐一打呼噜嘎吱嘎吱直咬牙，整得我都要崩溃了。我说实在的，我多憋屈，我睡个觉这都这样疼我。帮我找一个不打呼噜的行吗？找一个不打呼噜的。我帮我点点赞行吗，哥哥姐姐？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一个墨镜，我给你翻个跟头，行不行？一个墨镜，我给你翻个跟头。为何要让我前身而退？一个墨镜翻一个跟头，行不行，哥哥姐姐？那房间110，两个人就是一个人就是50多。55，如果要是一个人一天就要拿110啊。如果心爱的心痛不爱保重，那却成空。有没有哥哥姐姐能整一个墨镜的？哥哥姐姐，我给你们翻跟头。菏泽大楼一排排，男神多有才。一个墨镜，一个墨镜跳个舞行不行？一个墨镜我跳一个舞行不行？鼻子出血了，鼻子出血了吗？一个墨镜翻个跟头是不是？哥哥姐姐，直播间700多人，老铁们，一个墨镜翻个跟头，我就自己住，我那个房间我就自己住，不跟别人拼了，我睡觉太轻了，不跟别人拼房，我自己睡，自己睡。一个墨镜，我给你跳个舞吧。一个墨镜跳个舞行不行？跳舞总可以吧？跳舞，帮我完成一下心愿单行吗？帮我完成心愿单行吗？我不跟别人拼房了，我就自己睡，老铁们，我自己睡，我就自己睡。有的我都不熟悉，我不跟别人拼房了。等过几天。金嗓子来跟金嗓子拼，跟金嗓子拼吧，他睡觉比较老实，他睡觉比较老实。感谢送的小星星，谢谢送的小星星，感谢送的小星星。我还有一个朋友呢，我那个朋友他好像没地方住，他没地方住，他也是特别难，可能每天连生活费都赚不到，他来我那儿，我也不能要他钱，让他免费在我那儿住。我那个朋友可能没有找到地方住的，我一会儿问问他，他也是才哥的铁粉，他叫
叫几毛鼠，叫几毛鼠，也是特别难。前两天跟他睡觉，他都没有钱，他还给我转了房费，还是跟我一起拼的房。有的确实拿连房费的，金毛鼠，金毛鼠，金毛鼠，我大炮，你找到住的地方了吗？找到住的地方了？跟别人合租吗？我想的，我说你要是没有找到，就可以跟我住。我找没找到都没事，没找到我就自己住。我说你要是没找到，你就跟我一起住。找到了，那个谁，我们几个人拼，我们几个人拼。好的 ，OK， 那就行。主播精神可嘉，谢谢谢我韩哥。哦，这就是香港来的大炮哥，都没听过。老铁们，你看看他天天这个，你说他天天整的这个。身披袈裟呀，老铁们！哦，这就是香港来的大傻哥，哦，这就是香港来的大炮哥，听都没听说过，听都没听说过就走了。你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吗？我的名字叫娘炮，我不叫大炮，我的名字叫娘炮，以后你多打听打听。都整出神经病来了，呵呵，都整得跟超人似的，我靠！犯病了，不好意思，哎。犯病了，犯病了。好了好了，刚才犯病了。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些人，这个装扮，我还算是正常的。你看他，你看他，身披袈裟呀，身披袈裟。你瞅瞅，多帅呀！身披袈裟，开播了半个小时了，哥哥姐姐，有没有大哥大姐整一个墨镜的？有没有哥哥姐姐能送一个眼镜？我给你们跳舞行不行？不唱歌，那我也不跳舞了。我也不唱歌，也不跳舞，也不打 PK， 咱们就聊天行吗？我也不开心了，也不蹦，也不跳了。今天是一个咱们勿忘国耻的日子。我这样说没毛病吧？咱们牢记在心中，牢记在心中。我就付了一天的房钱，我就付了一天的房啊，付了一天。那我是不是要多付几天啊？他也不会给我涨价呀。我明天我没退房，他能给房间订给别人吗？那应该也不能吧，应该也不能吧。我付了一天呢。欢迎我神秘人大哥，跳！哎呀，你金嗓子来了！给腰拽坏了！
给大家表演呢啊，给大家表演呢是吧？感谢金嗓子从大梦境，我给老铁们跳个舞。哎呀哎呀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欢迎 KT， 差不多就行了。感谢金嗓子送的礼花筒，给金嗓子点点关注。喜欢你，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。